智初心从上半场0比2落后到下半场3比2逆转，恒大的战斗力的确让人佩服，同时也说明了球队的实力没有问题，对第八座联赛冠军的渴望同样非常迫切。首先，这对于联赛的发展是好的一方面，试想一下，如果本场比赛恒大输掉，将会落后上港7分，争冠悬念基本没有了。如果恒大本场比赛获得平局，与榜首的上港相差6分，同样争冠悬念降低很多。其次，对于上港而言，其实也是好事儿。大家都知道上港的问题就是不够稳定，特别是在高压面前，经常出现低级失误，造成冲冠未果。上赛季四大皆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上港如果要想有质的飞跃，不能靠对手失误，还是要靠自己。在压力面前释放自己，提高自己，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成长。可以说，恒大是上港想要在联赛有所作为的试金石。再次，关于恒大的冠军能否如愿，必须要肯定恒大的实力。联赛七连冠并非偶然，两夺亚冠冠军也不只是运气。在里皮和斯科拉里调教之后，恒大已经是那种有冠军气质的球队，无论是俱乐部、教练员和球员都不避讳自己争冠的雄心，这是最大的底气。最后，如果想要击败恒大，最直接的手段还是防死塔利斯卡，他就像是当初的孔卡、保利尼奥一样，一次次拯救球队，帮助球队起死回生。当然，保利尼奥也是对手瘟神一般的存在，让对手难以攻破。对于恒大球迷而言，只要恒大在剩下的比赛拼尽全力，不管最后的结果怎样，都会理解并继续支持他们的。对于全国的球迷而言，恒大的赢球会让冠军争夺更加激烈，大家非常期待上港和恒大的二人转争冠形势。